你耶。哎，今天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当然要。好，妈祖娘娘不在，哎，今天晚上就由我顺风耳，还有我千里眼当家做主。哎，千里眼 啊，你刚刚说这里是妈祖庙吗？哎，不是，感觉不像。这里是哪里呀？嘿呀，你有没有觉得这里非常的特别，很棒？这里就是我们的苗栗县政府。哇，那我们来这里要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来这里是要有一个新任务。哇，我最喜欢任务了。报告两位大仙，妈祖娘娘有令，